弄点，我弄点，快弄点。还没吃啊？没吃。劝劝。哎呀，劝了也没用，除非呀，你老开进口同意了。同意什么呀？同意小山把儿子接到咱们家来。何日不吃不喝的，威胁我呢？妈，瞧您说的。人家小山对珊珊不错，这你也都看见了，所以呢，所以你啊，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不但和你媳妇儿捆在一块儿，连他儿子都打包啊！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觉得你前边说的对，就是那种捆绑不是打包，咱做人得厚道。你说什么？厚道？我不厚道？你骂我不厚道？哎呀妈！啊，你。不是这意思嘛，这你应该知道，咱呢行，他儿子搬进来可以，他入户我出户，你看着办。妈，妈，周勇，你们都别争了，儿子呢我是一定要带在身边的，我可以带着冯鑫回我那儿去住。哎呀，那哪行啊，你是我媳妇，咱俩是夫妻，要住，怎么着咱俩都住在一块儿。你跟你妈住，他还得厉害。你听，他是什么？不是，走，奶奶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我觉得你还是不应该搬回来住。要不你也过来住吧。我，你不敢？不是不敢，你想想，这是哪儿？这是你前夫留给你的，对吧？这是法院判给你的，你现在嫁给我了，你名正言顺，你就应该在我那儿住。我是你丈夫。那欣欣呢？跟你啊。你妈呢？我妈的问题我来解决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妈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，不管怎么着我都得站在小站一边，反正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必须坚持。妈，我这是平生第一次，我要做一次不孝的儿子。妈，妈，我听珊珊说你不吃药，这不吃药哪成啊？啊，快吃药。我吃。这人是铁，药是钢，病人不吃要遭殃，快快吃。是遭殃，你不就盼着我死呢吗？妈，你看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就是想让您吃药。吃了也没用。妈，那你怎么才能吃？让他儿子走。小点声！我干嘛小声啊？我在自个儿家里边去，我干嘛小声啊？切！妈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妈，啊，咱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你妈我怎么没同情心了？我又没撵他们走。这四邻五舍的都说你是大孝子，啊，都怎么羡慕我，怎么怎么的有福气。你笑吗？我今天算知道了，你跟我玩都假招子，口是心非，就嘴头上哄我。不是妈，你瞧他们母子多可怜呢，啊！那欣欣奶奶去世了，再加上那后妈那样，咱总不能让人家那孩子流浪街头吧？他
又不是没爸爸，为什么他爸爸不管他？你当这世界上的爸爸都像你爸爸那么好呢？王婆卖卦。妈，我可没自夸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好多想法呢，是关于珊珊的。我？对呀，你呀。我准备呀，给他引进竞争机制，哎，让他干什么呢？让他俩产生那种竞争。让他跟我竞争？对呀，跟你竞争啊！你要比他强，你要超过他。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你，我都不想看。那你把药吃了。水。你看我闺女多懂事儿啊。咱走吧，咱们去分给你的那个房子。我不想待在这儿，我讨厌那个畜生，还有那个奶奶。儿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珊珊呢比你小，你就让着她点儿，啊。奶奶嘛，她是长辈。领导啊，领导，你睡了吗？妈，她叫谁呢？贫嘴呢，别理他。你出个事儿，要不我不放心。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已经睡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说没事别开什么灯，不知道费电呀。 This is order， 命令你关了。奶奶，他儿子真就在咱家住下了。你问奶奶，奶奶问谁去？谁让奶奶生了个窝囊废儿子？娶了媳妇忘了娘呗。哎，奶奶命苦。嗯，您看这批石材呢是现在价格那个最低的，然后这批价格稍微高一点，这批现在还没到。你把最低的那里边红色的给我找出来。最漂亮的，好吧。进。王总。哎，忙着呢。有事儿。有点事。你看一眼。这什么呀？宏达公司的合同文本。这你给我看什么？这得给冯总看。冯总最近状态不好啊，而且越来越糟糕了，您还是看看。是不是想公司也死？反正按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，公司迟早得死。你少危言耸听。兰兰，这我不是危言耸听啊。而且，作为朋友，我还想给你提个醒，你就不想为自己考虑考虑？我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这么聪明，就不想自己做点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这还用我来点透吗？你是说，
这么想啊，这个事儿啊，不光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冯总好。你看冯总现在这个状态，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，你说你这儿有个小金库，随时可以帮冯总一把。自立门户。爷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是你现在怀了孩子，但人冯鑫可是长子，到时候分家产的时候。